那主仆二人到底什么来历？我需要你去调动石海的力量，烧了他。你若担心，没事，别废话了，快。你终于来了。从今日开始，整个永州城给我挨家挨户的去搜索妖龙，我要他们插翅难飞。站住！你们大半夜的不谈恋爱，在谈事业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为了让城内流离失所的妖怪们有躲避玄门之所，我便于数年前秘密的筹建此地下城。恭迎老主！恭迎老主！恭迎老主！你也不用再隐藏什么身份，这妖仆契约就解了吧。以后你就以玲珑的身份，堂堂正正的去见他。你别看我，你别看我，二人娘，是你救了我。你看我，二人娘，我们相濡以沫，我怎么可能因为你的容貌而嫌恨你？大把手，简单，去救你的妖狐吧。谢谢。还有几个？护心灵的力量，你若担心，没事，别废话了，快。
的尸骸里有一汪。好小，小池塘。将就用吧。你跟着我呼吸吐纳，感受体内灵力的涌动。以指为剑，您请接应。以我龙石，以我龙石，我之吐息，我身不死，野火不息，野火不息，攻，攻。重新做人的办法了，我来救你了。这才对了，这才是我。你在我眼里就应该是普普通通的样子才对。啊！我终于找回我的初心了。最近永州城失踪的妖仆越来越多了，我怀疑这些失踪的妖仆都被抓去了天香坊内的斗兽场。斗兽场。上上下下十八层妖怪，进到这里都用不了法术。往下面是什么地方？更厉害的战场。妖仆受伤，主人也会受伤。那主仆二人到底什么来历？我需要你去调动石海的力量，烧了他。你若担心，没事，别废话了，快！你终于来了。从今日开始，整个永州城给我挨家挨户的去搜索妖龙，我要他们插翅难飞。